重要的、相当厉害的年轻一辈，算是畅销歌曲的作曲、作词，都非常擅长的一位创作才子。即将接着，欢迎周信哲 Eric！ 哇哇哇哇，请，哎，来，哇，今天为了你好不好？直接带你来到这个相当豪华的访问场地。请坐。哎，我想说这个地方真的很肃熙啊！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畅销金曲非常厉害的创作才子周信哲。大家好，我是周信哲。这一次为了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休闲娱乐，写了一首。Nobody but me. Nobody but me. 这个歌本身是独立的，那之后跟英雄联盟有谈到这个合作，是对。然后我特别在写中文词，关于英雄联盟游戏的词。就原本其实有一个一开始写的时候独立的歌，有一个样子，有个灵魂的。对。然后结果这次有了这个合作，又帮他重新包装了一个新的灵魂。是。这次为了这首新的这个单曲，也是拍了一个 MV。嗯。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到底当时拍的时候是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这个很有趣，这我们去伦敦，我们收工，然后我们去他们一个当地的一个夜店。这是收工的时候，对。然后这是导演组他们一起，我们一起在玩，然后他们也拍了，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所以是边玩边工作的，外面的工作人员受不了了。就他们很想要这样，想一起。你们现在找周星哲，然后就这样剪去 MV， 我觉得那种感觉。对啊，很棒哎。就是这个街头，那时候已经拍到就是很晚了，然后超冷了，然后我光跑这个步就跑超多。天哪！哇！因为 MV 大部分都是对嘴，我们希望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所以这次就做一个比较像小电影、微电影的感觉，有个故事。我里面其实一个对嘴都没有，对，全部都是演，用剧情的方式去推动整个音乐的情绪。哇，非常非常赞！我们今天呢要考验你的就是，你必须要用唱歌来回答我的问题。OK， 感觉很难。我们现在出了一道题目，你不能用讲的。你要用华语歌曲来回答。那如果你在打英雄联盟的过程中，突然间你的电脑宕机，你会想要说什么？你的答案是，我会跟我的电脑说，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过最好的朋友，对，我会跟他说以后不要做朋友，把你删了。好，第二题 ，OK，这个就比较有情感的。突然间，现在做一个时光机，回到年轻时候还在努力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你的答案是，我会说。能不能继续？老师，等一下，老师再给一下。OK。我怎么抓不到？老师给我一。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笑，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你好不好？除了电动，其实也很爱打篮球。是。接下来问题是，现在你有机会打入 NBA， 而且总冠军赛。OK。你的对手是勇士队的 Curry。呜。你支持哪一队？我支持 James。哦，哇，是死对头啊！ Yeah. 你的答案是。这个等一下我会 cue 你，真的会，真的会。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的我黑白，
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谢谢怎么是这首啊？哎呦哎，李四良要送他离开，啊，你不要让他赢，是不是？就要先谢谢。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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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最后考一个大家比较可能想知道的，请问，如果假如说今天我跟你请教说，要怎么撩妹？你的回答是 ，Yes。哎呦，哇 ，Here we go now。今天我会带你飞，哥会带你飞。今天我会带你飞，哥会带你飞。So follow me, cause we're about to fly up。哇 ，Scott。后面有什么后续的活动吗 ？EP 会在1月10号，后续的活动都可以去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都可以去看到，对，好，希望在未来的路途上面一样可以听到你这么诚恳这么用心制作这么多好听的歌曲。谢谢。